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 昨天路过 Superstore， 当然呢要进去看一下它的 Garden Center， 结果呢发现在打折，而且折扣呢相当的大，全部的植物还有其他的花园工具之类的，只要是有的都是 75% 的折扣，除了 Hanging Basket。 我呢挑了几盆小花，眼前的这五盆呢加起来总共含税才7块钱，其中呢包括一盆矮牵牛，非常好看的颜色特殊的矮牵牛，当然它很小，不过换一个盆修剪一下，很快呢就是一大盆了。这个花色我觉得相当好看。这一盆呢是天竺葵，颜色非常美，玫瑰红，而且植株也挺大的，照看的不好，可能太干，叶子有点黄，稍微修剪一下呢会非常美的。剩下的三颗呢是大花海棠，三颗不同的颜色，它会有更多的颜色，但是我看来看去呢只看到这个三颗，大多数呢都没有花，所以呢我也不想拿没有花的。那这颗呢是橙红色、黄色，还有一颗白色，这颗白色的花特别大，它白色的呢还有一种呢是复瓣，里面呢是黄心，也很好看，不过我觉得三颗已经足够了，每一颗呢都可以长成好大好大的一盆。去年我一颗三文鱼色的长得非常大，从这个时候一直开到天冷，当然他们的情况呢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棒，但是相当不错了，7块钱5盆，它还有一周到下周四结束。那在结束之前呢，我觉着你还是有机会呢去挑拣一下，假如你运气好的话呢，它有一些花园工具，我昨天有看到有人买花园工具，像铁锹啊之类的，非常非常便宜，只要几块钱。好啦，假如你附近有 Superstore 的话，那么你就抓紧时间去挑拣一下吧，谢谢。